晚六点，散沙大国民。国中的所有学习的表现，很快会被工具化，而且是这是工具化，这个工具化是大家造成的。前几名可以先选自己喜欢的位置。别人说我们后面考不好的学生就会被放在边边角角，发配边疆啊！现在上数学课的时候，我就把黑板还给学生。我每次上课，我要快下课的时候，我会找大概3到5题，找5个小孩子认养。你按赞了吗？